最想在芒果 TV 上看到的花絮是什么内容？我想在芒果 TV 看花花和祖大爷排练的花絮，在后台休息的时候的花絮。我最想在芒果 TV 上看到花花在后台的那个表现。我觉得如果看台的话，去看估计很多时候就是在吃肉。我本来不想爬，但是我站了一下。就是我今天表现的这样的，我觉得很好。其实我现在也不来，我倒是有点在哪一刻。但是有一点是吗？对，有一点是，但是我忍住了。姐姐，那个姐姐，我自己来。对，错了吧？错了。